好处。要刺的快点，军统领喜报。不是你比我送的杀的还快吗？我都杀这么快了，你能送这么快？哎呦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不能接受啊！我从不退缩。对我送的太快了，还送两个，他妈的心都碎了，完了我。感觉我真遭报应了呀，大伙，遭报应了。现在还巨难受，准备去死吧。玩不了呀这游戏，他上去跟我打，我感觉我输的几率很高啊。问题了，玩不了了，线被控住了，击大了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太恶心了吧，控线卡弱点，嗯，间接玩的看的脑溢血。回血，主要大本没好，挡住平 A 的话应该能死，应该死不掉。W 没有好，没办法。马上就好。精准而优雅。卡位置，刺穿他们。受伤了，这么晦气。好像不会做这个眼。玩剑姬我就知道该怎么控线，他们玩别的英雄玩不明白，我感觉玩剑姬 玩入魔了，已经，我已经修剑修的走火入魔了。玩不来了，玩不来了，说真的，队友给我压力，对面要搞我，不知道这游戏玩他妈的玩什么游戏，真不知道哎。一步一步挑战我的底线，算了，我没有底线了，我已经输的已经无所谓了，上分吧，对吧，随意一点，输输赢赢的很正常，没有底线喽。吃吧，我都不想上线了，他妈的15点必须有故意班队友英雄的报应来了。疲软的有点好了，没事，运气不够时常来凑。
哪儿？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这羊怎么压对面？压对面，压对面刀的呀？不是这个人为什么会拉我呀？不行，完了，不想玩了，还玩个屁游戏，玩的烦死了。下一把再玩吧。天天被搞怎么玩？我寻思我再怎么拉，这脑子也没有办法被打爆吧，也没有他妈的给我压力吧，最多被抓。我们来了呀！妈的意思。不能，这队友你妈故意给人压力的，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玩，有仇恨也不秒退的，开到我就让我输了。真的没有办法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王不来了，累了。难顶了。无力的畜生。准备去死吧！不了。你受伤了。An enemy is on the spot。是不留的风格。别整我了，打架就是被抓，被抓就是好抓，但是他们怎么玩？别整我了，压力很大哎。发不了力，给歪了，差点。后排这么强吗？后排。后排那么给力。往前走呀！啊，我该干嘛不知道，我不想玩这把了，放过我吧。我这把说真的，一点都不想玩。哎，不想玩这把，不想玩这把，真的，我不想玩这把，放过我吧。好难受啊！别折磨我的心态呀、啊！我的喝的难受死了，这他妈队友还整我，我操，头疼。快别整我了，快让我结束吧，玩不下去了呀。真的累，我操。
不想玩了呀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你们每个人都欠我一杯。不想玩这把了呀，马上就好，太折磨了。要不好不了，好不了，绝症了。我天天都咳得贼难受，你知道吗？这玩意好不了，绝症，记了。我他妈的片子也拍了，药也喝了一天了，还在咳，咳得我去巨难受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绝症了，记了。哎呀，完了，我头晕，快点放弃吧！我求求你，快放弃吧！我不想坚持。你都把队友英雄办了，再进来玩游戏，搁那送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他妈上路一直吃对面死哥的压力，还要怎么玩？快，我走吧。我成功。我好像没有耐心了，最近玩的。今天玩的没有耐心，今天确实有点急了，还是得调整一下。这被戳了确实烦。不要犹豫。白葬。哎。不是打逆风局的尿儿。不会打逆风局。谁会打逆风局呢？不都是会打逆风局？逆风局反正就敌方不好打，高分弹逆风局好打点。哎呦，他妈这么能喷呢！不想玩，接着玩。我的经验是点的，举报一下是塞纳，有点过于倒霉了呀。